讲一下我们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我在剧中我叫魏红，是扮演一个电脑骇客，就是电脑非常厉害的，大家一定要进电影院看一下。哦，真的真的，有你这么甜美的声音来帮我们介绍，一定要进戏院看了啊。那赶紧来欢迎下一位小茉莉。好，赶紧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剧中担任的角色。哦，我在剧中担任的是罗妹妹，然后她是一个很单纯善良的女生，她一心就想往演艺圈走。嗯，然后因此在这个电影里面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风云高手》。好，想要再看到更多我们所有的美女女神们在里面精湛的演出，一定要在七月八号来支持我们《风云高手》上映的日子。还有接下来下一位呢，我是小姐，想睡我逃不开你的。啊，大家好，感谢大家支持啊，《风云高手》啊，《风云高手》啊，有了，万里突然出人破，谢谢。我在《风云高手》里面演。你们大家从来没有看过的武棍阿布，我一个人演八个角色，对，啊，是哪八个角色？希望大家去看《风云高手》，看认得出来，认不出来，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好，千呼万唤，大家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剧中担任的角色。大家好，我是黄生，没有淋到雨吧？还好吗？有淋到吗？那我就放心了。如果他们有淋到，你就放心了。不是，因为我刚刚听到就是说我来就雨就停了。对，因为以往我的签唱会常常会下雨，我怕大家怪我这样子。没有，今天也没跟大家讲今天是你的签唱，尽量能避开就避开了。好，今天看起来比较像武冠阿北的签唱会。嘟嘟嘟，谢谢，嘟。好，我们赶紧来欢迎我们的好，心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剧中担任的角色。在戏里面我叫做小云，然后是阿峰，所以风云高手，然后是一个爸爸是黑道老大，但是也是学校的校董，所以是个黑道千金，但是也是一个英文老师，所以是一个人格很分裂的一个人，因为平常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正常很温柔很有爱心，然后比较就是比较温柔的一个英文老师，可是一碰到一点点酒的时候就会大变身，然后就会对我们的就会对我们的七月八号就知道了，对不对？等于说心灵的角色跟武冠北的不一样，是武冠北是直接演出八个角色给你看，但是在心灵这边他直接内心有八种角色在里面。对，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我算是相较之下我算是比较轻松的，武冠北有八个角色，然后我们漂亮的女孩们呢就是要打篮球，然后我们的男主角鬼鬼呢就是这个很多搞笑跟幽默的部分呢通通都很重点的放在身上，我呢基本上我就当个有爱心的老师在旁边加油看戏这样子，但是就是要期待我那个就是突然喝了一点酒就是你知道变身的那个时候。可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跟他们一起办签名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很幸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台底下这么多男生粉丝过，就是对，就是听到男生就是看起来很开心，然后举着牌，看到一种那种特野生动物的感觉，我觉得蛮就是觉得很好玩，很感动这样子，感动，眼泪擦一下。其实我也等了好几年了，不然你想下去举牌子，我在上面举比较开心。好了，现在赶紧来欢迎这个也是在我们剧中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他就没有这部戏啊！那你等一下用麦克风来讲一下啊！来，我们现在掌声欢迎我们的导演张清峰，张导、蒙导，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他是算非常的辛苦啊！来，中间请，中间请。今天导演还特地梳了一个这个尼克大叔的这个发型。那我们来讲一下你在剧中担任的角色。他其实就是任来峰先生，对，本人。等于说他把他的那个 image， 对，他想要传达的都放在任来峰这个角色上面。导演要不要来讲一下这部戏？包括我想把小云也是把我自己放在这里。对对对。哎呀。
啊，这部戏是7月8号暑假档的一个爽片，我把它定位为爽片是为了给各位这样子哈，那希望各位7月8号能够真的来看这部片，谢谢大家。